说来一点，这批就是大美湖啦。然后我是一名业余的盛装舞运动员，我现在有四匹马正在训练。最近想出来这个马术励志的主意也是由我自己制作。那么这一集我就不说哈喽了，因为我自己说的也烦了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偏横部跟斜横部的区别吧。然后偏横部呢，要求会比斜横部小很多，因为它对身体屈挠的要求没有那么多。然后马呢，可以在学完慢步、快步、跑步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学怎么横着走了，但是不是像螃蟹一样完全横着走。然后，但是。斜横步呢需要马在比如说学习完怎么受弦，怎么走圆圈，就是身体要柔软很多的时候才可以开始走斜横步，因为它需要马用一个肩内的姿势斜着走，所以比较难。但是希望这个能帮你区分开来两者之间的差别吧，谢谢喽。